赶紧让我找到吧！哇，兄弟们，我终于找到了堡垒之夜新加入的小道具——呼叫空投。描述简简单单，就是呼叫空投。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给大家看看什么效果。哇，这辆车很帅啊！不知道哪位兄弟改装的。OK， 就在这里吧。这个地方比较开阔，非常适合叫空投啊。OK， 来吧。哎呦，还有三个选择：呼叫治疗空投、呼叫物资空投，还有呼叫一辆车。那我们选什么呢？那就选物资空投吧，看看有什么效果。哇哦，有点高科技的感觉都。空投呢？空投来了，召唤过来了，直接落下来吗？啊，这还要慢慢的落，这我忍不了，赶紧打下来。Nice， 这样才对嘛！我很期待里面会是什么呢？看一下，不会就是普通的空投吧？哎呦，里面东西还挺多呢，补给品、枪械，还有各种道具，还不错。那我们的活不就来了吗？本期视频咱们就挑战一下只用呼叫空投里的武器获胜吧。这次给我们一把带劲步枪，好像难度比较小啊，咱们换一个吧。看看这次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高难度的武器。不是吧，一把盘子，在五本模式里用盘子来获胜，怎么样兄弟们，刺不刺激，难不难？好，就它了，咱们来想一下战术。既然是盘子的话，咱们必须快速的接近敌人，这就需要一些弹射道具还有车了。正好这里有辆车，那就全部都齐了。 Let's go， 挑战正式开始。哎呀，刚开始就看到人了，咱们快速接近。哎，咱们卡他一个视野， surprise。 哎呀，没血，还有枪声，过去看看。找到了，还扫射我。哎呦，上面还有人，那你不就死了？没打到。再找找上面那个人在哪儿，不见了，好像是跑了。找到他了，拦截一下。哎呀，没撞到，完了完了，这辆车搞我一下，咱们要近距离啊，正好先磨他一点血量。这盆子远距离伤害太低了，靠近一点。哎呀，后面又来人了，赶紧溜一波，先跑。这边有人。哎，近距离伤害才足嘛。再去解决上面这一个。哎，右边还有人，咱们上车，直接上车。哎，撞过去，快速接近。撞哪儿去了这是？我看到他了，在上面还藏起来，并没有发现不了你啊，下来吧。 Nice， 经过一场大战，咱们的车也是废了啊，咱们还得去找辆新车，不然的话走不到决赛圈的。哎，这不白捡一个人头吗？呼呼，还想跑。哎呦，还有一枪爆头。走吧走吧，咱们去找辆新车。这里有一辆小皮卡，就它了。哎，这草丛里还蹲个人，原来是你的车呀！幸亏我把草撞没了，不然就被溜了。别呀，兄弟，我还得靠这辆车呢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逃出去，逃出去，逃出升天 ！No！ 哎，什么情况？没有炸到我。咱们先悄悄的看一下人在哪儿。对了，在这儿。啊，这我盆子居然打不到！完了完了，得溜了。他居然弹过来了，不会在上面吧？哎呀！就在这儿了，完了，哎，没法打了，兄弟们，咱们36计，走为上策，直接扔跳台，拜拜，一气呵成，哈哈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补给品啊，找到了果汁桶，不过前面有人打架，他们不会发现我吧？试一下，赌一把，等他们打完，咱们也补给好了，正好收割。啊，等等，已经打完了，那我还等啥？赶紧上吧，趁其病要其命，别跑，别跑，居然还有甲。哇，你这血量有点多啊！另外那个人是怎么打的呀，兄弟？别走！哎呀，怎么有辆车呀？让他逃出升天了，我也打不了啊！跑就跑了吧，咱们先把甲补满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啊。好吧，有损失，没补满，继续去找点补给品。这边好像有啊，等等，有人飞过来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没有血。哎，我的车，我气死我了！感情你过来就是抢我车的是吧？或者说我是个憨批，给人送了一辆车，幸亏这里也有一辆，不然就亏大了。这个弹射手雷关键道具，我们必须拿上。等等，我的车，我的车！哎，停下！哎，丢人了呀！这憨批操作肯定让大家多吃了几碗饭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咱们有车，肯定可以逃出去的，嘿嘿。接下来就去找找血包了。我刚才过来的时候扔了一个，咱们过去拿一下，然后躲到车里偷偷打个血包，肯定没有人发现我，嘿嘿。这操作牛不牛？哎，别打别打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吹牛的，真的是疯狂打脸啊！等等，有人，哎，完了，亏大了，甲都没了，赶紧跑、哦、上边还有人，两面包加芝士啊，我就是那个可怜的芝士，我已经丧失战斗力了，咱们赶紧找点甲吧。这边有人吗？哎，这是什么啊？这边有人。 No, 别打我，我已经不堪一击了，饶我一条狗命，等我最后把你们一一消灭好不好？
哎，看来是找不到了，咱们动用一下最后的补给品吧。我现在完全属于是弹尽粮绝。圈儿马上来了，咱们先去占个好位置。这个桥底下啊，有人了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你继续蹲。咱们走，不打，咱们就打最后一个人，好吧？只要你们不招惹我，我绝对不招惹你们。又来一个，哎，那他和桥下的人是不是会打？果然打起来了，咱们就坐收渔翁之利了，哈哈。哦，哎哎哎，别找我啊，兄弟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打你的。哦，拜拜。先别着急走啊，咱们观察一下。这个黄雀我当定了。算了算了，走吧。毕竟还有四个人，如果他打我一下的话，那我们必定挑战失败了。所以最好的选择必定是打最后一人，最好先用我们的车撞一下。还有最后三个人了，马上就可以了。这个人可以撞一下，可以撞一下。哎哎哎，兄弟，别呀！啊，没打到他，还能这样的吗？我那一枪被车挡住了，气死我了！我太倒霉了，这辆车还没油了，还能开多远？还能开多远？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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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哎，正好正好嘛，这不我就说我的黄雀当定了，加好子弹，咱们就直接干掉最后一个人，直接莽了，生死由命了，兄弟们，在这儿稳住稳住稳住，搞花活是吧？那你没了，炸不死我的，嘿嘿。 OK 兄弟们，挑战成功。如果还想看我用空图车挑战胜利的话，那一定要长按点赞加关注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